走吧。哎，婷婷啊，你那有个对人照啊啦？人家少年人哦，你跑完早囝，也要先尊敬我这个国民岳母啊！啊，搞我放你家啊，去啊，真正是哦。我为什么要挖坑自己跳啊？这个明明以前我们是兵工，现在来到的滑轮场完全不一样的哦。这个呢，就是 copy 以前的那个兵工。今天妈妈带你来体验一下，今天妈妈带你来体验一下。哇，这个很滑呢。是啊，因为我们哦，他就咧滑这个滑轮，对，阿伯麻烦两位帅哥搞完嘎姐好不好？好啊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请走吧。哎，婷婷啊，你那有个对人照啊啦？哎呦，你大概都帮妈妈一个人，我颜值嘛未歹啊。哎呦，呦。哎，呦呦！彩花姐，那我们就是一开始我们会建议初学者，如果一开始不会游泳的话，脚帮我稍微呈现外八的感觉，对，外八。阿爷不要太开啦，因为这边螃蟹脚。对对对，我们一开始呢就要像一般走路一样，我们走路的话脚一定会往上抬，所以就是脚稍微微微的往上抬，然后步伐越小越好。我举例一个动物，像是企鹅走路。哦，企鹅哦。对，你可以稍微就是这样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对，越慢越好。OK。你了解吗？嗯。好，那你自己滑一圈看看，帅哥可以陪着他吗？让他自由。OK。自己滑，哎，慢一点哦。那彩花姐，我带你过去吗？好，我慢慢滑。好，慢慢滑。那我牵你好了啦。啊，哪会数啦？我要紧呐。你看不？他把你哦，嘿，就是步伐一样要小，对，步伐一样要小啊，重心不要往后，然后你的脚啊，要稍微有点外八的感觉，稍微，对对对对，越慢越好，对对，有抓到诀窍哦，对对对对，越慢越好，然后等到你顺了之后，我们的步伐再慢慢加大，重心不要往后仰哦，因为这样，哦，不一样不一样。可以啊，稍微一点驼背会比较安全。老阿嬷啊，好久没有被小鲜肉牵到手了，好，好紧张哦，紧张噶呢，是我较歹势啦。对啦，有啊，保养的这么哦，这细点。我跟你讲，你才搞恭维啦，阿咧，以后我也较接来。哦，谢谢彩华姐。我绕这一圈应该还半个小时吧？不会啦，不会这么夸张。哎，我好像感觉有比较顺了，我那个 feel 啊呢，哦，感觉来了，感觉对了，感觉来了。好，那达达姐，我看我也教的差不多了，那剩下就交给你自己练习喽。哎，你的意思是说我已经 OK 了 ？OK 了，我看一下基本动作都没有问题了。对对对，抓到诀窍了吗？对，抓到诀窍了。好，那我先走喽。你走去哪里？当然是找你漂亮的女儿啊，拜拜。哦，吼，天哪！人家少年人哦，你跑完早囝，也要先尊敬我这个国民岳母啊！啊，搞我放你家啊，去啊，真正是哦，我就问，这个比悲伤还悲伤的故事，哈哈。